视网膜最近在社群透露，带着家人前往日本旅行。他在脸书晒出和妈妈一起用餐时拍摄的合照，只见两人并肩坐在餐桌前，不过表情都非常正经严肃。视网膜幽默发文写下，这次把爸妈拉过来日本，结果他们每天被迫跟着走十几公里，真的好不快乐。27日，他又分享一张和妈妈的合照，照片中两人在富士山前拍下合照。有趣的是，两人的表情依然很严肃，脸上完全没有笑容。视网膜发文写道，这两天发现这样拍照，旁边的旅客会自己退避三舍，是一个很好卡位的方式。还幽默表示，我还是输我妈很多，直呼自己要继续努力。母子两人搞笑的表情笑翻众人，网友大赞他妈妈的气势真的太强大啦。